要准备一下啊，想要请。等等，黄世贤帮我签名。你做啥？不公平！哪里不公平？人生了烟斗，歌声遐尼好听，哪有？戏遐尼妖艳，娶遐尼水的某，生囝遐尼古锥，一出戏赚啊侪钱。喂，我拢无，但是足无意思诶。嘿，偌久毋捌来阮节目？有啦，我去年啊。今年毋捌来啊，最近无用啥物物件。最近咧无用拍戏。啊，现哦，啊，遮久无来本节目啊，啊，遮尔爱搞唱歌，今仔现场朋友有想要听啥物歌，是你做你尽量吼，甲画起来，不要点来。李佳，李佳，嘿，叫一个王世贤大哥的超级大粉丝，伊即世人上大的愿望就是会当甲伊合唱一条歌。啥物？哎呦！请问你要唱啥物歌？我会上唱《雪中红》吗？雪中红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去去去去。人家是讲艺人无法度哦，爱穿啥呢？啊，你是讲现场的朋友，你也穿啥呢？因为我就想要看王世贤呢。啊，所以穿安尼来哦。系啊。哎呦，好，你搞这一百就要好好。哎。这在问阿贤呐，你有同意无？哎，这位小姐，你贵姓？我姓牛。这梁小姐想要起来台顶跟你合唱，你会使无 ？OK 啊 ，OK。OK。来，梁小姐，麻烦你起来台顶。来来来来来。哦，这贵妇呐呢？爱给你看无？就要看你，就要看你。你要王世贤穿哦，好吧，拍你拍你拍你，我你就行哦，这冲着你来的，哎哎，哎呦呀，咱都是在亲民呐，你今天是来作秀的哟，啊，就看到王世贤遐引导着，哎，谢谢，梁小姐会寒无？会寒吗？哦，真寒哈，买给哪里都看看到王世贤规个心情烧起来哈，是，安尼。你是要烫一个衫无？我身体不够好。你那无啥敢看伊面前啊？无啦，今仔歌唱袂好。哎，你又知影？哎，你八龙影。哎，阿贤，你是唔敢看？我这不是看袂到。你的身高比较刚好啦。好啊，卖闹啊！来来来，足爱唱歌。嘿。阿贤的歌，你足介意听？对，这条雪中红在你心目中人生一首歌。对，我从小听到的。哎，你讲话呢？哎，我们好啊，你尽量看一边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外界视线的男女对唱啊，对看嘛。OK OK， 好来，跟梁小姐跟咱新人拍一个破的来。通无讲起，冤头就甲添心气。
啊，凤姐看一对这个非常麻烦你形容词要恰当哈。非常足好势一对男女在咧唱歌。是。啊，这位小姐，我感觉你有想要搁提掉部分迄个款的冲动吼。看起来很冷吗？是要给我穿的吗？对，那个帮我拿一下哈，那个我有准备一下啊，想要签。等等，王世贤帮我签名。你做啥？你签名啊？你把病历都贴出来。哎，不是，问题是签名，等一下再签啦 ，OK 啦。啊？还是第一定人要求呢？啊，等啊。要签在哪里 ？OK， 我可以请你借支笔。这个比较温暖。哦哦哦，啊，真的蛮温暖的。啊，你有带纸笔做还是？可以，我想要有一个王世贤的纹身，可以吗？纹身？要签在倒位？你家己。会使？会使加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出道那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签那个部位。哎，我光光，这不你看，还有两分地，这三加我。我是这些话为难的王世贤你慢点啦！我是干嘛去过头？这部位不好签呐，真的，手背有弧度。上次就有一个人来签，弧度太大，所以不好签。还签别的规矩，别签都签白纸啊，是不是？哈，签都黑了，黑了，黑了，金盖头呀。加魔法了，但我怕他签一个太大了，那个鼻水不够。那阿贤，你不签了，我看别说话哟。冇，真正爱签吗？我签姐签，哎。枪管管的，枪管管的。啊，枪家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枪家，胡须哦。来，王世贤第一摆拄到这么为难的情形啊，伊到底要签到位嘞？是，这个笔敢有水？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喂，哦，哇，这是人生头一摆拄到这款代志，我会错。啊，今麦，迄个倒手边迄个叫做够抗位吼，来要签房车车无？过来，安尼你心意完成了吼，哎，阿炳你好，谢谢梁小姐哈，刚完成。哦，你我要干嘛？啊，我要干嘛？我来。哦，心中白白在，啊！你表示你还个健康，还个正常，是应该隔空，你知道？隔空吼，阿伯直接就垮了。哦，压下去，因为我们平常写字就是靠在桌上嘞。问题是梁小姐可能找一个纹身店的我，讲这卖给我敷掉，直接安那给我掐了。哎，真的呢，你特懂。然后每天怀抱着王世贤睡觉，那多好。是啊是啊，我大概安尼想，我话你跟唱歌。啊，你听到人名签了，感觉规身骨安尼烧咯烧咯，整个都温暖了起来。OK，